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》科会第八页经文第一行第二句看起：不为道尽，待皆不厌，心中信心。看这个三句，为佛弟子决定不能够违背佛陀的教诲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佛的教诲，不肯依照佛陀教诲去做，我们又何必去求受三皈呢？何必去做佛弟子呢？这个世间很浅显的道理，我们一定要懂啊。道是佛所讲的道理，佛所讲的道理并不是他发明的，不是他创造的什么学术。这个究竟是什么道理呢？天然之道啊，佛经上常讲的法而如是，这自自然然本来就是这样。所以佛才在般若经上讲呢，他49年没有说一句法啊，谁要是说佛说法，这叫谤佛啊，佛没有说过啊，没有说，说了49年，那说的是什么呢？没有说就是49年所讲的，没有一句，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的意思，所以叫没有说。说49年是宇宙人生真相，本来就是这个道理。佛说是这个道理，不说还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永恒不变。佛说出是这个方法，是这样的一个秩序，佛不说还是这个秩序。所以诸佛菩萨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他们没有创意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他们只是在修行的功夫入甚深禅定之后发现了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所以他不是创意，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说的这些道理真心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
随顺自信，随顺真心，我们就过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一样的生活。得大自在呀！得真安乐。这个自在安乐是永恒的，是超时间的、超空间的、超顺境、超逆境，完全不受外缘干扰啊！这才叫真正得大自在，真正得大安乐。这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啊！自自然然能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相亲相爱啊！互助互作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才明了，原来是一体呀！就像我们这一个身体一样，身体许许多多细胞组成。我们跟一切众生，只不过是像我们细胞跟那个细胞位置不相同而已。它确实是一体。所以经典上一再的为我们提示，虚空法界过土众生的原本一体。这些现象怎么产生的呢？佛在经上讲得很透彻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所以我们用真心与一切众生呢都沟通了，自然就通了。为什么呢？真心相通，是一个心。我们用妄心呢，跟别人就不能沟通了。为什么呢？妄心是妄念的，妄想分别执着是各个人不相同。这当中有隔碍，它就不通了。于是我们就领悟到了，修行人何以有神通？这是怎么回事情？我们现在一般人就讲特异功能他有能力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他有能力听我们听不到的声音。实在讲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没有障碍，他用真心，真心没有障碍。我们用妄心，妄心有障碍。用真心的人，我们讲他有天眼，有天耳，有他心通，有神足通，有虚命通，他都通了，障碍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真心没有障碍，妄心有障碍。为什么不用真心？为什么要用妄心？这个道理佛在一切经论49年常常说，真的是所谓是横说竖说沉说差说，说这么多遍，目的何在呢？希望我们醒悟过来，说的变数少了，我们记不住，我们烦恼习气深重非常健忘把它当作耳边风没有在意变数说多了，
说的太多了，哦，这个印象深了，是常识熏修，哎，自自然然，不要丝毫勉强，起心动念呢，哎，就想到佛这个说法。啊，在这种熏陶之中，久而久之，不知不觉，我们就入佛境界了。你就不会违背佛所讲的道理。啊，禁呢，禁是禁止，不能做的。啊，道啊，是随顺法性，随顺真心。禁呢，他所禁的那些事都是违背真心，违背自信，啊，违背信德，啊，哪些是违背信德呢？杀盗淫妄，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这个自信里头没有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啊。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真心、自信的也没有，所以这些东西，佛教我们禁止。啊，教导我们随顺法性，随顺真心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套一句佛法的术语，发而入世啊！还需要讲理由吗？啊，你能够把违背自信的全部禁止，随顺自信的，天天学习。你就自自然然断我为善，转迷为悟了，转凡为圣了，啊，自自然然毫不费力了。这一生到世间来确实没有空过，啊，意义价值，无比的广大了。可是这桩事情，关键总在乎缘。啊，缘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第一句讲的，从名思受戒，专心不犯，精进奉信，这是缘呐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所讲的师承。你要遇到一个好老师啊。自己对好老师一定要专心啊，这是做学生的态度。如果自己具备专心，当然就不会犯啊。精进善知识，把你看作宝啊。他会全心全力地帮助你啊。虽然遇到善知识，对善知识半信半疑，
阳奉阴违，善知识知不知道呢？知道。他要不知道的话，他就不是善知识了。学生、群众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善知识眼光啊，就像一盏明灯一样啊，照得清清楚楚啊。人家不说就是了。那为什么不说呢？说了没用处，说了你也不相信，你也不肯做，不说。啊，到什么时候说呢？什么时候你回头了，你相信啊，你真正能做到专精不犯啊，专心不犯，精进不懈，这个时候一定跟你说。成就你啊。啊，疑惑，你看看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疑，为菩萨最严重的障碍。啊，菩萨的业障消尽了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但是对于佛菩萨所说的，啊，未免还有疑惑。啊，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如果完全没有疑惑，就像华严法华上所讲的，成佛是一生的事业，哪里需要等到来世呢？啊，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，龙女给我们做了榜样，都是一生圆满成就啊！啊，那么我要问了，我这一生能不能圆满成就呢？那就看在你自己这两句话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做到，专心不犯，精进不懈。如果这八个字你要是做到了，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这八个字做到的人实在不多啊！啊，我们纵然是很努力的在做，也只做到几分之几啊。但是你能做到一分，你就有一分受用。你做到两分，你就有两分受用，决定是成正比例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生活的心态有没有遵守道经？啊，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是道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存心？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有没有存这个心？有没有这个愿望帮助世间一切众生？没有条件的。啊，绝不希求报偿的。啊，这是属于道啊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我们是不是念兹在兹啊？
这是道啊。那戒呢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总共27个字。这27个字是禁，我们有没有把它禁止住？这27个字是烦恼啊，恶业，我们有没有把恶业给禁止住？早晚课自己多想想啊，然后才晓得我们是真学佛还是假学佛。啊，真学佛决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真学佛真为众生，建立佛法决定不求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我。啊，何必求人帮助？啊，但是我们建立一个事业，不能不把这个事业的讯息传达给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他们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，他会到这个地方来种福。啊，这个种福的机缘，我们不能够把它折断，所以讯息要告诉人，但是绝不劝人啊捐助一分钱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啊，这个我们要劝人捐钱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用心错了。啊，我们在压迫别人，在勉强别人。要记住，佛在经论上常常教导我们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呐。啊，他自动自发来陪福，这是生欢喜心的，有丝毫勉强在里面，人家生的是烦恼心，不是欢喜心。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真正的福田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不是真实福田，别人以财物帮助我们，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啊，你今天接受别人的布施供养，来生要还债呀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，不能没有警惕。啊，那么这一句里头，重在不为，啊，决定不为，总而言之就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。啊，我们今天发心呢都是修学净宗，
净宗最重要的经典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道理，我们要明白。不能违背，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思想见解不可以违背。无量寿经许许多多的教训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可以违背。佛教给我们做的，认真努力去做；佛说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禁止。这叫不违道尽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这一句。